电器智巧小家电，美食轻松享，粉丝福利送不停，时刻讨你喜欢。你们都来了吗？工作学习累了吧？用小熊电炖盅炖一锅鸡汤犒劳自己，无需看管，营养美味。小熊电器，我用小熊料理杯准备好了两杯鲜榨果汁，一人一杯刚刚好。小熊电器，你们都来了吗？没尝过我做的酸奶吧？大杯小杯多种口味，和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吧。小熊电器，你们都来了吗？有没有闻到家的味道？有了小熊电热饭盒，我每天都能吃到住家饭哦。小熊电器，有小熊加湿器的房间就是这么水润，舒适湿度，轻松享受。小熊电器。